好，10分钟休息一下。老师打扰一下，哎，请说。可是刚才你的两个连结，我点进去之后好像一样耶。你说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编辑的，可是我好像不觉得可以编辑。所以，哦，那是我哪里？那我就不知道哎，可能要再试一下，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已经选好那个权限了。然后这时候才去复制连结哈，那不好意思，刚刚我选到这一个，应该是点这一个哈。你的权限改好之后要点这一个复制连结，啊，那这个才是可以修改的。我再贴一次，来试试看这一个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编辑的。OK， 我来试一下。啊，试一下。好，我有看到你出现了。哎，这边已经有老师进来可以做编辑了，所以你在这个页面上面就可以看到，老师在做修改。好，这个不是我在改哦，而是其他老师在改哈。所以，Kema 也可以共编哈。那我就不知道他可以多少人一起共编哈，各位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所以刚刚有老师有提到了哈，所以如果你害怕你的原版被人家改掉。我们在分享之前呢，请你先储存一个副本，啊，我们会先储存一个副本，或者直接用副本分享就好。在哪边储存副本？啊，你在你的档案上面哈，这边这边有一个建立副本，那个点点点哈，点点点上面这里有一个建立副本。哎，你建立副本，它会多一个档案，你就拿那个副本去分享就好了。好，有看到吗？老师，但是我现在是在，我没有在你现在这个界面，我是在。那你就回到总页面就好。哎，你回到总页面哈，你刚刚的设计会出现在这里，最近的设计。啊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会不见，那云端它都是随时帮你存。首页的意思吗？对，回到首页，回到首页，那首页最近的设计这边就会出现你刚刚的那个内容。好，那这上面的点点点就可以建立副本，好，建立副本，所以你就拿这个副本去分享，让人家共作就好了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已经有人把它消失了。哦，所以老师，就是你现在这个，你本身看得到谁在上面编？哎，对，它会出现那个你们的名字。你是出现在右上角那边对吗？哎，你看，现在有没有这个大家在做修改？那个图案上面谁在动，都会出现相对的名字。你有看到吗？哦，有点模糊，可是我看我自己。这有个刘老师。好。这刘美希老师在动这一张图片，啊，所以他们在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是谁在加这个东西。哎，目前有22个在共编，所以22个应该还没问题哈。昨天那个Jumbo好像20-30个就不太行了哈，现在已经24个了，大家应该还蛮顺的吧？啊，所以它可以共编了哈，也可以共编文件，还不错哦，哎。很赞哦，老师都比大拇指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哦，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